而另外呢，现在超萌的还有他，他是超模黄芸芸。不少人呢是毕业之后呢，可能怕找不到工作，但是他是在念书的时候就已经转行当超模了。目前还在裕达商职就读高三的黄芸芸，现在是获选成为新丝路台湾区的代表。之后呢，除了将会参加各式各样的世界级模特儿选拔之外，也成了婚礼的婚纱公司的代言人。而他的爸爸呢，因为是个警察，所以现在呢是他的头号粉丝兼保镖，只要有活动，他的爸爸就会带着相机跟着他爬爬照，也因此让他在工作的时候更加安心。